现在蜘蛛都没人权了。哎呦，踩了一脚泥巴。真是。看见他了。哇，这么远都晕了，那你这球拉了个不少啊！那我干嘛不杀你？你没球了。好像是过来了，确定，那就。感觉都要摇下来了，都不守了。好吧，看来这把必须守了。看那是谁吧，先知的话可以拦一拦。机子还差很多。炸了呀！我才发现这鸟都没教。
半天不交鸟。抢粥！没带愤怒简直头大。刚开，没丝，如果有丝的话，还可以赶一赶。我音乐忘关了，无所谓了，打第五配个乐也是挺不错的。我好像没带那个追猎，看他跑不跑吧。哎，我傻了。我靠，特地来看一眼，这个是前锋。友好，摸起来了，估计要摸好。这把难打了，难逃一打。
这不是给我机会吗？我本来节奏就不好，你这不是节奏的瞬间就回来了。应该在鬼屋后头呢。他的残血怎么救人呢？鬼屋那台估计他飞了也弄不到。打掉了，这隔墙还能打掉了，真狠。我这是蹦起来了。
应该抽箱子去。看这边箱子开了就知道了，应该是在帐篷附近。他开完帐篷，估计要往起点那边开。乌鸦飞了。翻了起码三个箱子，看到手电筒就明白了，运气不好，真的没摸出来。这 BGM 怎么回事？真实，这就是个佣兵。你让我打一刀，赶紧挂上，然后把音乐关了。我现在气氛很尴尬。这个音乐配上第五真的违和。就没这么快就到了吗？你这护臂弹的。记得往这挂吧，没二级隐身，这边丢两台，佣兵已经贴了。贴人手吧。真是。正好他盖了一板子，他肯定要转点。真的慢。
这边已经确定了，幽冥没治愈，拖一个传送，910还能打，算是一个小三连吧。黑妹也不修，幽冥也不知道干嘛去了，要好了吗？还秀呢，要个屁，这电机根本就没修。烧个炭，这是湖景车里面最好的出人点了，除非左边是个前锋。下一波无人应该死了，别以为你黑妹我就不锤你。哎呦，再见。这波拉球撞到了天修，不挂了。给你烧个体。我应该还能烧，烧个锤子，烧翻车了。这就不修机子跟着呗，没治愈也这么皮。现在没修机子，肯定是摸黑妹的。黑妹不挂了，那自己留死吧。
僵尸不来吗？来了，肯定要来的，肯定得有躺地上。小香水，可以三个人。你们这些人，这不把你个一小时，这不长记性。 还好，真就刷到起点了。为什么起点是个佣兵？ 我拖传送啊，传送这边走，能拿一刀最好的。 白给无人。 应该是那个，佣兵应该没什么护臂了。三连电机没人补吗？
现在我妈都有人修。亮了，看这把三连是守不了了，他应该没什么护臂了，可以拦一下。刷的喵啊！有耳鸣，那我就不走了。真就最后一秒回去了。真牛，我不敢接过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他跳过来了。还挺秀，刚才修了机子的，抽了个 LV 包包，先知，先知怎么在人皇家？滑板加速，然后翻窗加速，独角。那我这边要卡你了呀，叫鸟了。你不送我落地刀吗？好好的路不走，非要跳了个洞。
闪现都没用了，海边弹的啥玩意儿？ 完了，笑死自己了！还好，没无事发生，没了。 白给一层丝，这波我不是很懂。 等我一会儿，烧个矿。
你躺着睡不好了就不起来啊！真狠呐、啊，这个人不带自愈，真优秀。 他起来早起来了，他把治愈不知道加到哪去了。哟，三层不对，三层猴子有点虚。 这有点歪，问题不大。服务器重启了。 还好，这把技能虽然杀人用，但还是赢了。投降时。 那也得追，不追的话，我现在去起点，浪费时间特别多。快回来挨打！
鬼屋后面，佣兵，用护臂，反向弹护臂。哎，我感觉有点瓜皮。有点卡住了，错觉吗？弹不认了。这把他拖了很久的。这还鞭尸呢。烧个佣兵没治愈了，先知救佣兵修，我时常还有时间。扣的越来越少了。在磨人，这边直接追吧。佣兵没治愈，这人一挂死，机子要好了。我不想再用市场过去踹。
天真应该是往右边走的，一个大心脏应该是跑到寻找木马那边了。我的妈呀，跑得好远啊！真巧啊，下来要揍我了。挂了吧，开了终点的门，这把忽然有点瓜皮，可能电脑用久了，卡到我了。刚才应该先知去。